包走到正中间。好，弟弟，包走到这边。好，我的表演就要开始了。等一下。我的表演就要开始了，在我表演开始之前，我想请各位帮我一件事情，在等一下看表演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喜欢、觉得厉害的地方，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还有尖叫声，好吗？好。我刚刚请你们帮我的那些事情都。再次，再一次，我真的非常需要你们的热情，你们的力量，陪我一起完成这个表演。我的表演只有短短的七分钟，我希望各位可以拿出你们的热情，并且陪我到最后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声呢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OK， 三位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再一次，我真的非常需要你们的热情、你们的力量，陪我完成这个表演。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掌声、尖叫声，陪我到最后，好吗？好，等一下这个表演是我练习特技八年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故事，我希望各位可以拿出你们热情把它看完。希望各位喜欢，谢谢。
谢谢你们。
你们这个掌声其实不是给我的，而是给愿意勇敢上来帮助完成表演的这三位小朋友，还有刚那位大人。一凡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我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郭俊宇，绰号小郭，今年18岁。我练习特技已经8年了，这8年来，我吃了很多苦，掉了不少的眼泪，才有了今天这场表演。今天这一小段故事献给你们。今天站在这边，我是想跟各位说，谢谢你们愿意停留下脚步来观看我的故事。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一段故事，我今天把我的故事送给你们了。以上是我的表演，如果喜欢我的表演的话，不妨给我一些支持与鼓励。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接下去这条路最大的动力。谢谢你们今天愿意看完我的表演，还给我这么多掌声鼓励，这么大的热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